本节目由蔡黄乳赞助播出。第二个开始。隐身，当做那个我等公车。那你要坐在公车站？可以吗？不行吧？可以。可以吗？我这边等公车。哎，你快一起等，不然会被发现。看到。我看就知道。好像怪人。对呀、啊，看人家录影吗？机器在那，好可怕！我看到一只鲤鱼站在那边，他们就是在高塔上那样，这样看，好可怕！第一次在这边等公车，等的心不安，我吓死了！原来是那是自行脚踏车。可以照到那边，刘璇还在那播放。哦，就像眼观四方。还特务片。对，先滚一圈。哎，我真的死里逃生，真的是，我这条命要小心哎，活着的感觉真好，好警戒哦，从来没有这么警戒过。全部都在内场，是吧？然后内场装不到，他们现在，我那天在最高点，他们没有看到钓鱼岛，对啊，他们在绕后面的外围，所以等一下就绕绕。所以我们要反，就是等一下可能要想办法偷渡过去。这样我们一次三个，啊，我说我们这样三个会很危险，啊、一次被。我才想要躲，过来了，有人过来了，看到，小心。可以吗？隐身术。嘿，不用这样。隐身。哎、欸，就 GoPro 是 GoPro 的。为了活着。第二回合时间还剩两分钟。怎么说？第二回合时间还剩两分钟。然后呢？让你的 GoPro 自己拍。哦，好，好。折断那个花草，因为我把这边刚好中间有个小缝缝可以进来。你们看我的视野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找缝隙看。为了活命，这个零点零几套房，那个坪数，在柯南也要坚持下去。老天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一定要血我的刚刚尺。拜托这一段不要用，真的拜托剪接师不要用。我说真的啊，我被那个刺扎到了。
路人经过都没有往里看。鲤鱼啊，鲤鱼。看我去、欸，都没有人发现哎、欸。久哦，我现在默默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、欸，我这个位置很好哎、欸，坐望101，是坐北朝南吗？发财哎、欸！其实我也不懂风水，乱讲。但我这个视野很好哎、欸，如果就像蹲在这里跨年，看那烟火，很美哎、欸。就出道之后都是当歌手嘛，跨年就都去。演唱就没有那种像学生时期可以去看烟火，所以我高中时期就有在101前面朋友们相约看烟火，后来就没有了。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好位置，很棒。也是有点困难，就是，有人。还真的是饥饿游戏，偶尔番薯一颗。